你的心情，今日要唱什么？爱人是惊准人哦。为什么要唱这个嘞？因为我是阿公阿妈养大的，对。然后那个时候，其实我国中有一次回到家，然后我就看到阿公，就是全身都是伤这样。那因为他的工作是海事的，哎、啊，伊要去迄海中央的时阵，伊爱先坐小船。啊，他到那个大船顶安尼，食衣住行，啊，底下几啦个位。阿公，我通常不太会跟他交谈，因为他伊较歹啊。啊，我就透过阿嬷，然后我才知道说，他是在这个途中就是翻船两次这样。然后因为小时候我都会想说，阿公可能就去工作，然后几个月就回来，也没想到说他的工作那么危险。海面上作业其实是很辛苦的哦，所以爱情是惊准人，这个爱情就是你阿公。嘿，哦，了解了解。谢伯仪，我今天会讲有史以来最严格的话给你听。我觉得这首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听到，我忍不住问子荣说，是不是这个歌的律动拍子有问题啊？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歌应该要这样轻轻盈盈的律动唱出来的歌，就变成一个拖拖拉拉很抒情的歌，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一直分心。谢老师，这个谢老师，所以讲，其实我感觉你今日你甲因两个人上无同的查甫人的开口是啥？你这条歌是用你描写一个温柔查甫人的开口，所以你今日唱这条歌的时阵，可能甲江辉你唱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我感觉你唱了袂歹，只是因为你有惯性。你有啥物惯性？就是唱啥物歌来的时阵，我就用啥物款的方式去表现。直接给你建议，不要用理所当然的方式去唱一条你感觉理所当然的表现方的歌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可能对你后摆爬上职业路的时阵会较好淡薄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其实今天唱了真好。
好，谢老